在外寒冬过年的气氛是愈来愈浓厚，你讲到过年哦，家家户户拢会围炉来迎接新年来讲。但是对着弱势家庭来讲哦，在如何过年呢？相信有真侪人拢真烦恼哦。而财团法人福田福社会福利基金会就特别选伫咧二号伊妈伫咧嘉义市的北兴国中学生活动中心来举办着“祝你幸福”的围炉餐会，设开将近70桌来招待600外名的弱势家庭含囡仔。现场看得到囡仔天真快乐的笑容，也让现场充满着喜气洋洋的过年气氛。祝你幸福，围炉餐会是由财团法人福田福社会福利基金会照顾着弱势家庭囡仔来举办，设开将近70桌，招待大家做伙来围炉，邀请600外名家庭囡仔，除了品尝美味佳肴、观赏精彩魔术、超人气幼幼家庭表演以及舞彩。餐会中也赠送每一个小朋友新年红包，以及福袋伴手礼，嘉义市长免费亲自到场，来感谢基金会热心公益，特别甲小朋友甲家庭加油打气，希望大家会用个祈福、笑福、再造福，现场温情满溢。年大家人回家团圆，就来这里团圆，我觉得非常谢谢福田福基金会今天祝你幸福的这样的餐会，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非常的温暖，大家有更大的力量要继续往前走。所以今天陈董事长真的他说他会不断的继续办下去，我们也要告诉所有弱势的家庭，你不孤单，你不寂寞，很多人在为你加油，祝你幸福，只要你愿意自己继续努力，一定会有很多福气在旁边的。是我们福田福基金会第四年举办年终围炉餐会，今年是第四年，那我们的主题是祝你幸福，就希望所有的弱势家庭，一些辛苦的家庭小朋友，我们每年都会在过年前在举办围炉餐会，请大家一起来围炉。基金会今天的祝你幸福围炉餐会，希望大家吃得快乐幸福，更希望每一个弱势家庭编织造福幸福的希望。基金会更加希望适时的辅助会用于弱势族群仰头迈步向前行，勇敢创造属于家己的幸福。谢新新闻蔡明东嘉义市采访报道。